我们居住的地方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台湾行人过马路，随时准备往生，跨出去的时候会有机车从他前面这样。我不知道怎么教小孩。韩国人很冷漠，其实是因为太多邪教。我觉得韩国邪教是全世界第一名，会有邪教的人在基督教前面挡你，就带走，超可怕。日本男生都很色，是觉得是教育的关系。第一次看 A 片，跟同学发表说用摩擦的方式会舒服，摩擦会快乐。健康小老师，他变英雄了。